欢迎收看东桥 Vlog， 我是包伯，我是文恩。哎，为什么我们今天又在饭店房间，而且你还拿着一个地图？我们要做一个蛮有趣的企划啊，就是我们要在地图上啊，眼睛闭起来，随机戳一个起点，然后再戳一个终点，然后看到底会到哪里去呢？那我现在就要来戳我们这趟疯狂旅程的起点了。眼睛闭起来啊，我喊三二一哦，三二一，戳！噔噔，我们戳到哪里啊？我刚刚其实第一个落点是这一个湖啦，但因为湖我们不能直接到达，所以我们会到离这个东大河市最近的站，然后等一下我们会来研究一下是哪一站，这就是我们的起点啦。好啦，接下来我们要戳我们的终点咯，希望不要戳到你的手，没那么蠢。来，要三二一，好，停。好，这个地方，什么地方？圈起来。好了，我们戳到那个四田谷区居泽公园 Komazawa Komazawa Koen 这里，所以我们明天的路线就是会从这个一个偏远的山区，对，然后一路到居泽公园这边，然后玩。那不错，那不错，我们是从荒郊野外回到市区这样子，对，而且感觉不是很远啊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就等一下研究看看一路上会有什么好玩的东西。好。就我们运气还不错啊，就是这个地方虽然看起来有点荒郊野外，但并不是很难到。总共要多久嘞？坐车加走路的话，大概49分钟哎。跟你讲，国恩真的运气不错，他刚刚戳到那个地方看起来是鸟不生，但其实发现了有一个游乐园哎，有摩天轮、旋转木马、海盗船，哎呦，感觉还不错啊，真的是蛮适合小孩子玩的。平常啊，就是要上班，然后又要找一大堆资料，这时候第一个眼药水，哦，眼睛很舒服。毕竟日本眼药水就是大家都知道，真的是很爽，对啊，超好用的，常常朋友来都要带一大堆回去，真的。呜，我们9点从高原寺出发，然后10点到西武游园地，然后大概下午1点的时候到国立昭和公园，然后下午5点的时候到居泽公园，那就送你离开千里之外啦。好，明天挑战开始啦！企划挑战 ，Go！ 拜拜，拜拜。我猜是什么？反正是我跟爸爸在上一趟旅程中意外发现蛮好吃的 Denny's。吃饱了吗？饱了，饱了。我们现在已经到车站了，那我们等下要搭车到国分寺去。我们现在在哪一站？国分寺。那接下来要转车去哪里呢？西部什么的。好，买饮料啦。想喝比较甜一点的那个咖啡啊，就喝这一款。Georgia Max 这一款不知道为什么在秋叶原这种贩卖机都可以买得到的。我家已经贵家长，它不会贵啊。很少看到是一上车全部人都下光了，我真的怀疑我们今天去的地方是正确的吗？真的没搭过的线，对啊。蓝鞋男孩，我们的西武园电车就这样缓缓的驶来了，很怀旧感的一台车。嗯，我们目前到这个游乐园附近啊，大概只看到3-4个旅客，有点紧张。我们很应景的买走票，现在有令和的套票有打折哦。园区啦，大概就是长这样。看起来最显目的就是这个摩天轮，那还蛮大。对啊。
他那个夏天水上游乐园还没开，所以那个中间还有一个老兄在那边修东西。这边有可以跟羊互动的，你看有小孩在摸羊。我们进来大概半个小时，我们玩了什么？我们玩了一杯饮料，还有无限的走路，对不对？我怕吓到小孩，啊、不要跟他们抢。昨看小孩子还蛮开心的，小孩子都在排那些就是那个 Hello Kitty 的一些主题设施这样子。所以这里比我想象中的热闹蛮多。这种天气可以玩什么？溜冰。耶、yeah ！它这个其实。啊，也亚克力。哦，原来如此啊，感觉不是很好滑、欸，那个爸爸这样很努力的在那边滑的，很大的。那我们接下来玩什么？玩个超刺激、超恐怖、超可怕的游乐设施，应该一点都不恐怖。敬请期待，什么东西？那也不错，有味道，还不错啊，比我想象中的好看蛮多的。这摩天轮又慢又热。对，我觉得算是一个烤吐司的概念，转一圈下来就可以吃了。啊，摩天轮坐好久、哦，好像就是坐下来之后发现，就是其实今天花板是蛮多的，所以要点一下眼药水，舒缓一下。啊，闭目养神，爽啦！好啦，我们搭完摩天轮，然后跟刚刚那个360度环境的，现在要离开这个地方喽。下一站哪里？我三四。等车的时间就来玩怪物弹珠啦，吃饭去。中午我们来吃一家咖啡 slow， 它是卖酵母面。这家店还是采自助的方式，所以你可以去那边的 bar 拿自己想要的东西。吧，这地方真的不错，环境很好，食物好吃。吃完饭我们就往昭和公园的方向走吧 ，Go！ 我们现在到立川站啊，这是一个蛮大的一个车站的。我们这边也算是进到昭和纪念公园里面喽。后面就是昭和纪念公园的正门啦，因为这个公园非常的巨大，所以大家都来这边骑脚踏车。我觉得我们这个随便在地图上乱圈圈的行程还蛮适合，就是一家人来玩哦，早上游乐园，然后下午到这个公园去晃晃这样子。我们离开公园啦，接下来要搭一个小时左右的车到 Komazawa 公园。我们现在到了 Komazawa Daikaku 这个站啊，虽然这个站感觉小小，但是这附近周遭人还蛮多，然后感觉有些小小的餐厅还不错。这地方也是你第一次来吗？没错哦。那这个地方其实是蛮适合就是体育健将那边训练，所以它叫居泽 Olympic Park。在这边的跑道啊，中间是可以慢跑，然后那个内侧的话是可以骑脚踏车。走着走着，我们竟然遇到了一个饺子的祭典哎！那我们不吃饺子，打算吃什么东西？来吃我们最喜欢吃的汉堡。Yes。这家店呢、啊、是我们常吃的，在六本木的 AS Classics。Burger 它的本店，然后它常被评为是日本最好吃的汉堡。然后除此之外呢，它在台北路路上有3.7分的高分哦。哦，去去去去去去去，它那个酱啊，很肉末，很香，然后也蛮辣。Bacon Cheese Burger， 它的 Bacon 给的
非常非常肥厚，然后给了三大块，然后它的 barbecue 的酱啊，再加上这个肉片，真的是绝配啊！来吃饱喽，要去坐车啦！哇，全黑，全黑，最赞，东桥最喜欢的场景。我们到学习大学站喽！以上就是这次地图大冒险的 vlog 啦，我是毛博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